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我是三金。今天三金想跟小可爱们分享一个十分沉重的关于慰安妇的动画《未完成的故事》。那一年，花子16岁，那该是一个女孩人生中最美好的旅程的开始。躲在被窝里和朋友交换彼此的秘密，在心里偷偷藏一个帅气的男孩。花子的那个男孩名字叫做苏伊尔，和这样的男孩结婚是花子最大的梦想。直到两个陌生男人的到来，让这个梦想从此化作泡影。花子被这两个男人强行带走了。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已经到了遥远的满洲里，周围尽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在男人们的口中，他们只剩下处女和非处女之分，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般的存在。可怜这些天真的女孩，还以为他们只是要被分去工厂做工。可能谁都没想到，他们的一生将会迎来想象不到的黑暗。纯洁被侵犯，身体被蹂躏，心中的光被消磨殆尽。花子和一个长辫子的姐姐被关在了相邻的两个房间，管事的人将他们一天的时间严格按照所接待的日本兵军衔的高低排成了3到4个无休息时间间隙的工作表。从早上9点到午夜，女孩们的门口都排着士兵们的长队，仅一门之隔便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士兵的笑声和女孩们的惨叫声如洪水般灌进花子的耳朵，把花子推入了深海。黑暗将毫无生气的她吞噬，甜蜜的回忆一闪而过，苏伊尔的笑容是她心中仅剩的光芒。可刹那的光芒过后，世界又重归黑暗。花子尖叫着从噩梦中惊醒，然而最残忍的是，现实远比噩梦还要可怕。每当这时，隔壁的长辫子姐姐都会安慰她，说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他们的身体也并非污秽不堪，那些对他们施以受刑的人早晚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可是那一天，长辫子姐姐永远没有等来，她在与军人的反抗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一块白布遮体便是她一生中最后的体面。旧伤未愈又再添新伤，身体就像是快要被撕裂似的，这些痛苦都是常态。直到有一天，花子怀孕了，关于苏伊尔的幻想随之彻底破碎。她想着终于可以离开了这样残忍又可悲的世界，可作为慰安妇的她根本无权决定自己的生死。残暴的士兵仍旧想要榨干她的最后一丝价值，那铁丝网外盛开的花儿啊，和16岁时还未被玷污的纯真，是那样可望不可及的遥远。直到1945年，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攻击，日军落败，仓皇而逃。在此之前，他们将所有关于慰安妇的罪证全部销毁，大火将记录着他们受刑的册子烧成了灰烬，四散而飞。可痛苦的历史却永远深刻在了每个幸存下来的慰安妇的生命里。背负着这样的伤痛，花子回到了久违的家乡。可除了母亲的关怀，更多的是流言蜚语。大家都说花子是个把自己的身体卖给日本士兵的妓女，可怜苏伊尔还一直在等着她。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被迫离开了家乡，花子为了不让自己的名声连累到母亲的生活，便选择独自离开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天花子在工作的小店听到人们正在议论着一则新闻，韩国出现了第一名公开承认自己是日本慰安妇的女性，在聚光灯和话筒之下把历史和真相连同自己的伤疤揭开讲给所有人听。面对质疑，日本政府却颠倒是非，说慰安妇都是为了钱而出卖自己，他们不承认也不会给所谓的慰安妇任何补偿。听到这儿，花子再也无法隐忍下去了。有太多和花子一样的女孩煎熬地过了半辈子，时间没有抚平花子的伤痛，而是给了花子勇气和力量。花子决定站出来，她捧着那束黄色的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16岁的模样，站在日本大使馆前勇敢地说出了日本人的罪行。为了完成这个还未完成的故事，到今天为止，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很多人在为之努力着，哪怕效果甚微也从未放弃。2015年12月，日本首相公开向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道歉，同时向韩国提供了10亿日元的治愈金。为什么要打双引号呢？因为这个道歉是有条件的，日本坚决拒绝承担法律责任，也拒绝提供赔偿金。其实做这个视频的契机是三金最近刷到了一个相似题材的视频，便想起了当时22上映的时候，三金是去电影院看了的。电影没有对悲惨的过去的回忆，而是呈现了阿婆们最真实且平静的生活。比起仇恨，我更多看到的是释怀，
相反，是一直帮助阿婆们的人说着后悔，因为他们不仅没为阿婆们索要到任何道歉或是赔偿，还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麻烦。为什么会麻烦呢？因为有些人会带着腐朽的贞操观去看待他们，有些恶俗丑陋的人会轻视他们，他们已经遭受了侵略者的残害，却还要面对来自同胞的嫌弃和白眼。身为后辈的我们，应庆幸生于这和平的时代，同时摆正自己对受害者的态度，对悲惨的历史的态度。过去不该忘，也绝不能忘记。我们的国家在日益强大，曾经遭受的苦难、缺失的公正都会讨回来的。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三金的话点个关注再走吧，爱你们哟。